记得跟他询问。有人看了吗？不是你呀、啊，这个不是你呀、啊。妈咋嘞？这拢应该拢逃逸的啦。这个不是你。别跑，这跑走，我跟你讲哦。真的吵，有没有吵了？是不是吵了？你们有安走吗？什么？本分局纪松所员警于113年7月16号18时许，在台湾大道与自由路口执行取缔交通违规时，拦查一辆违规左转银色轿车，驾驶为越南籍移工。经员警告知违规的事实，并请其出示证件，该驾驶突然变得十分紧张，开始用越南语与同车友人讨论。几秒后，驾驶拿出一张面貌和自己完全不相似的健保卡给员警，试图蒙骗过关。最后查证一车四人均是失联移工，全案依法移送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市专勤队续办。第一分局提醒民众，聘用未经劳动部许可的移工，一经查获确认违法，依就业服务法可处新台币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，五年内再犯更涉及刑事责任，最重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并科新台币120万元以下罚金。切勿心存侥幸，以身试法。